腿软，全身发软，皮肤皮裂。听说你们准备很多关卡，没关系，您别担心。你们在一分钟之内不能用手的情况下穿上内裤，先用膝盖把它顶上去。哎，可以我帮你啊？没有，没看到，没看到。失败啊！请你们嘴对嘴。一张都没有，两张啦。还有你的手呢，你的手，先拿你的手。没关系啊，有就好，有变色就好。我缺点就是太完美，没有缺点。我没有用手啊，我是我在整理衣服，整理外套。等一下，我就不知道写什么字。最后一个字有吗？结束。猜错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正解是六号。他不会，他嘴没那么大，好不好？我会照顾你一辈子，你开心我陪你开心，你不开心我会哄你开心。从你点头的那一刻起，答应你的每一件小事，我会时时刻刻放在心里。老婆，我爱你。张玉伟，把女儿嫁给你，你要给她幸福吗？好。玉伟是。俊元，今天是你们的大喜日，你们要很近啊。啊，玉伟，你要好好照顾他，好，不要让他生气。好，好。想说的话，大致都写在卡片里面。那我们会好好经营我们自己的家庭，有奶。嗯，好。台中很近，大概是37分钟就到了。要把你的话题去改掉。好。谢谢爸爸妈妈。要好好照顾我身体，就是爸爸妈妈，我会用我最大的努力好好照顾俊英。嗯，好，要说到做到。好。Keep me
做我老婆不只是一句话，它承载着无数种的结果。做我的老婆不只是想宠你的借口，而是我一辈子的承诺。从我的男朋友变成我的老公，从我自己变成我们，这一路真的走了好久好久，很不容易。学长把学妹应该是每个男生的梦吧，恭喜你做得很成功。不知道未来生活中的摩擦会消磨我们多少的爱，但只要还在一起，幸福其实平凡得很容易。我愿意往后余生都有你的陪伴，我爱你老公。Be my saving grace.